臭鸡蛋，你不要怎么臭？你是要杨太太是不是？参加大学联考了，这段时间你们暂时先不要联络，好好养伤。你看这一家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现在呢都指望阿欢了。要是没有阿欢，我们李家怎么活得下去呢？让时间带走我的倔强和伤悲，留下一点幸福滋味。任岁月匆匆流去，头也不回，错过的不必再去追。走过那些刻骨铭心的路，不曾后悔。生命给的每一次机会，我学会珍惜有你的每一天。学会珍惜有你。